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信心是第一个，决定相信，决定无疑惑。下信了后，即个具足功德，爱有愿，有愿就发心，即刻成佛咯。我嘛要去做佛，弥陀成佛咯，而且是直径的法门。人人有份，只要你具足信愿行，你就会往生极乐世界。家己的毛病习气，时时刻刻会当化解，这是真修行，无量功德。每一天用功来个检讨。是家己的故事，看到别人的故事，立刻会当我倒转来想讲我家己有无，对家己的修行有真大的帮助。这就是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修就是要修正，修正错误的行为、错误的思想。错误的境界，追求纯净纯善，伊就会改过自新，伊就会修行正果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这两句话是宝啊，太好了！常常警惕家己。得人心真难，失人心啊真容易。一个错误啊，心故意啊，往往人心就会失去。地狱是唔通去啊，去了就会当出来哦。唔知啊，就到多一年多一月才会当出来，真难真难啊！出来到这世间，重新去做人，无一定会去拄着佛法，无一定会去拄着阿如释多三界啊！啊，你要安怎呢？拄着好老师，也得要家己有一个善心、善意，才学会着。哎呀，无咧一百米，爱就过去咯。这个机会，这个失去，第二摆又得到，这叫做无量劫咯。唔是想我们得到就会得到，太难咯。得到的是偌大的福分啊！过去多生多劫的修持，才会有这个缘啊。那无来讲，当面嘛都未到。遇到阿妈的出轨，所以要珍惜缘分。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但是还有真多念佛的人在咧作业。那我伫边啊有看到退玩笑啊，这好的缘分，当面啊出轨，啊这个、太可惜了。所以大生的家己啊，佮抓着，成恶袂做罪业，佮佛是同款的。爱断贪嗔痴慢疑，烦恼的根爱佮慢起来啊。何况了无助、温良、恭谦良，会记得哦，得是要安怎修呢？念念唔通袂记哩这五字啊！哎，人家要用这五字，温和、善良啊、恭敬啊、啊、积欠啊，最后一个是忍让。
各行都让别人好啊，要认真来做啊。关于此功德，庄严不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心，同生极乐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